34滴蛇姬再一发，林采缇倒奶谢客。哎，立即动！哎，别动，快钱啊！三万万万三万万万。是，这位妖纹弯弯鼻子和胸部都大大的 someone 是林采缇。她三年前以 cosplay 航海王里蛇姬一角成为 otaku 界的女王，混迹至今，堂堂推出了第二张写真专辑。哎，我们来欣赏一下的对嘴表演。你哭，你哭，知道你能将我世界颠覆。林采缇带着24岁的青春和34滴的巨乳勇闯银河，还演出了网络剧呢。我们来欣赏她另外一种对嘴的表演。跟你说，今天。是，就因为这段姻缘，夺走他处女吻戏的梁振群也莫名其妙的被抓来充场啊，成为没有那么特别的特别来宾。哎，这倒也是挺特别的哈。哎呀，更特别的是电子媒体联访时，冲着他大只，直接问人家胖了几斤。其实体重没有仔细量，但应该2-3公斤一定有。苹果鱼浪赖蛇姬朝 Anaconda 努力报道。